那么首先先恭喜我的一个会员哦、喔，不管包括航运类股，那航运类股呢，我们已经赚了五只的涨停板，然后甚至于包括指数期货，甚至包括电子股的部分，真的是赚到一个所谓爆炸了、喔。那基本上呢，有很多人最近打电话进来询问说，小石啊，你们的课程，你们的课程哦、喔，真的只要几千块吗？那基本上、喔、我还是老话一句哦、喔，你今天哈、喔，我请问大家，你可以去喜来登饭店，你可以去大饭店，你去吃铁板烧，对不对？那路边它也很多的，个所谓铁板烧。那如果 如果说你认为路边摊的夜水铁板烧不能吃的情况之下，那为什么你跑去吃路边摊铁板烧？我这样讲没错吧？ 好，同样拉米是吧？同样牛，肉，我举牛肉面好了。牛肉面有一碗呢，有一碗用五千块的哦。台北有一碗是五千块的牛肉面，好像在天母还哪里啦？那也有五十块的牛肉面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五千块也许你没吃过，可是五十块你一定吃过、哦。所以基本上哈、哦，我还是老话一句的，我的课程呢、哦、是让你们吃到饱，吃到非常非常多的叶水宝藏。那么今天好，你们既然有这样的叶水疑问，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完全用我，你会在节目当中，你会在课程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叶水？ 逻辑。 好，你会学到什么样的公式？你要听清楚哦。基本上呢，我的一所学课程里面的话，就像我请问大家，我问我用航运类股好了。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航运类股是冲高之后杀尾盘。那那时候上礼拜四我去买航运类股，买完航运类股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跟你预告，礼拜五航运类股它会跳空的易学开高，没错吧？那个甚至于呢，包括昨天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你航运类股，我还在做加码买进的动作。诶，昨天我还告诉你，我还在加码买哦。可是如果说你把市况稍微颠倒一下，上。 在昨天，哎、欸，在昨天早上，你所看到外资的筹码，外资长荣是卖了将近有两万六千多张。可是问题，为什么看到外资卖？我昨天还在加买进。那今天答案已经出来了吧？那有关于为什么买？为什么上个礼拜是杀尾盘？就像我再一遍哦，昨天是不是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 C，可是多头主力套。我只是把上个礼拜四的模式用在昨天的台子期货盘，所以恭喜我的会员赚到爆炸了。那。 那基本上好、哦、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哦。嗯，已经二十三个礼拜了。那二十三个礼拜的价差已经高达一万七千两百零六点。现在我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不能做嘛，我们老师都不能做股票，不能做期货嘛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才知道，我会跟你讲说笑师啊，现在台子期货保证金已经到二十万了，哎，是很好哦。我希望正常而言啊，很多人做期货做到倾家荡产，我是希望看台子期货的保证金能不能拉到一百万呢、啊？这样子比较安全啊，不然有很多人你的杠杆的倍数拉。 很高，就像你在融资，就像你在做选择权一模一样。可是不管它的杠杆倍数高还是低，我请问大家要怎么赚钱？很简单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小而大，由小而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第一堂课就非常非常重要。以前我们的一个公司的计算，我们都是放在最后面的。可是这次我们放在最开始，一开始我们教大家计算公式哦，包括组合公式的大公开。所以说你需要准备计算机，首先要准备计算机。我请问大家，在上上礼拜，还上礼拜，上上礼拜五，我也去跟大家预告，周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红灯，没错吧？ 收线红灯就随便做多，这样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。我请问各位，往下急杀，你所看到的是破线，就我跑去做多，短短两天时间，我大赚五百五十四点。 那么请问大家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你所看到是形成非常复合式的头肩顶，我所看到是刚好回撤关键价。关键价这一个数字要怎么计算？它的公式怎么算的？麻烦你一定要把它学会。所以说，不要小看这几千块课程。我说过了，这是我们这一生，我我相信我啦，这是我，因为我后年的五月要退休嘛，所以这是应该我退休之前最后一次开课。因为我讲坦白的，我很赌难开课。 两件事啊，浪费我的时间好、哦，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。第二个，我干嘛把它传给你们？我干嘛交给你们呢、啊？我这样讲讲白的，我谢文这个人哦，讲话最实在。好、哦，我干，就好像很多投顾老师说，哎，有很多投顾老师啊，在节目当中什么卖软体、卖讯息啊，干他有本事他不要卖，哪一个投顾老师上节目不是为了招收会员？ 只是我把旧会员顾得非常非常好，所以说我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，我不需要去招收嘛，我只招收有缘人嘛。你想想看，你上个礼拜办好入会手续的，我们这一个礼拜有没有持续维持全胜？这个礼拜已经三天哦，已经三天了。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这跳快点两天五百五十点嘛？然后呢，跟大家预告月线，月线它这个标标准红灯，外资卖的两千两百口。那我再跟大强调，如果说你真的不能来上课，我是建议大家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。 先拥有主力的心态，因为当你拥有主力心态，我请问各位，从上个礼拜四到今天，航运类股、航运类股哦，长荣加阳明两档股票加起来，你可以大赚五只涨停板。 和五只涨停板，我可没告诉你什么做价差，你做价差你早被洗光光了啦。五扎扎实实五只的夜水涨停板，那问题为什么有主线？因为当你拥有主线态，你知道人家主力做手他最及时的夜水方向。同样的，就从上礼拜三，上礼拜三 PM 盘主力心态先放空，只有礼拜四一跳水的，礼拜三一跳水的时候主力心态由空转多，由空转多。我请问各位，当你看到破线破价，我去做多又赚了一百三十点，然后跟大家预告收盘带关键收盘带 AC 再延伸到 PM 盘，然后呢跟大家预告收盘小的关键价。 结果呢？上个礼拜是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,杀。我告诉你，我做多，因为个股的业绩结构不错，而且我应该是全投顾。所以我觉得哈、哦，有很多投顾老师啊，不要讲说小鼻子小眼睛收不到会员呢，很喜欢在节目当中刁我，刁我没有关系啊，可是问题要拿出科讯给大家看呐、啊，不敢给人家看科讯，难道一切都是假的吗？ 所以说、哦、你们不要再带枪投靠了，还会选错老师，选到那个自称每天做航运股的，结果航运股全部套牢。哎，我赚了五次涨停板呢！哎，我十月份还大赚呢，我是先放空再做多。哎，全台湾谁做得到？ 做不到嘛？好，来继续哦，跟你预告周线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红灯，然后做多又赚钱了。好，进入这礼拜咯开始哦，进入这礼拜我就开始慢讲了哈、哦。礼拜一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一个标标准,准多，而且四比多单全部大赚。结果呢，礼拜一零七零到零五五买进，这样子很轻松，高达两百点。那请问各位，这个往上急拉再往下急杀？ 这个课程也会教，这都是盘中多空转换技巧，它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业水公式，没错吧？就礼拜一的时候，我也就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外资他会认错回复，说老师你看没？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收盘大于关家收盘大于 AC 拍谁了？麻烦你看我每天的传真稿，十一月一号礼拜一嘛，两点四十八分，我们预告收盘大于关家收盘大于 AC，所以说 PM 盘去做多，我们要很轻松赚的将近有一百五十点，没错吧？结果同样的来到了一个所谓昨天，哎，昨天是礼拜。 哦，昨天礼拜来再把我扣讯读一遍。来，昨天的十一点三七分，十点三七分，你要想想看哦，想想看哦，二十三个礼拜一万七千两百点，难道是靠一张嘴吗？难道是靠人家所讲的用爱发电吗？我是用实战的绩效。昨天的十一点三七分的时候，我们告诉我的一水会员，我说心态多，哎，多转空，但多头主力套，所以说一七零零五加码。 九八九没来吧？九八九这个价位没来，一七零零五一六九八九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昨天快收盘之前有没有突如其来快速往下急杀？我有没有在你的 Telegram 很清楚的跟你预告，就是要做多，没错吧？结果呢，这样又很轻松一百二十二点。好，进入昨天。 昨天跟大家预告收盘小关价，收盘小 A C，可是多头主力套，这是昨天我所讲的哦。那你知道吗？昨天的 PM 盘它真的往上急啦？为什么往上急啦？因为昨天我在零零五做多，最低零零是穿价成交，穿价成交，穿价成交没错啊，穿价成交。然后呢，那问题为什么今天早上开高？你绝对不。 能买，把它学会。基本上呢，我们的课程也要教你如何去计算 AC 关键价，一定会教嘛。那 AC 我们也会教。那当你知道我的夜衰收盘它就小于关键价，收盘小于 AC，今天早上因为 PM 盘的利多，它先往上急拉。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，我有买吗？我打死都不买，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突起垂直往下做一个衰急杀。懂我意什么？这不是你第一次遇到再变哦。 昨天我谢文恩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航运类股昨天收盘大于 A C？如果没有，我下台鞠躬。这才是你要的专业啦。A C 不会算，关键价不会算，今天又轻轻松松高达将近有四十点零六零，有命中。 零八一有没有命中？有没有命中？哎、啊，命中完之后有没有射停水？有啊，射停损被扫出去，没有被扫出去，这样有没有很轻松？又高达四十点。所以说啊，再一遍哦，你盯盘，你敢买吗？你盯盘，你盯盘，这个杀到，这个杀到七零四，你哎，杀到零零四，你敢买吗？昨天杀到零零四嘛，零零四嘛，这边杀到零零四嘛，你敢买吗？所以说，所有的东西我说过了，我人生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心愿。 我希望你上完我的课之后，你都会学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盘前传真稿，要怎么样学，要怎么样写，我们的课程都会教。所以说，我们十一月中起跑的夜锤课程，麻烦大家还没报名的好朋友，真的只要几千块。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，好讲上去哦。 基本上呢，我请问各位，这一个礼拜、上一个礼拜、上上个礼拜，我为什么拼命做多？因为很简单，周线已经连续，我如果猜的没错，已经连续五个礼拜都是个周线，是个标标准的红灯。那今天礼拜三嘛，啊，剩下两个交易日，台北股市要收周线的好，那周线那再说嘛，那礼拜四、礼拜五的事。好，那我先讲极短线的部分了、啊。今天的夜水收盘，它是大于日关键价，今天的收盘也是大于 AC。那我举一例，什么意思？那假设明天早上你看到国际股市低空，明天开始走高，讲完了、哦。 讲完了、哦，解盘就这么容易啦！你要有正确的方式去做一个完整的规划，你要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心。好，继续哦，进入行业内股。行业内股就太简单了。我先问大家哈，我五百六十二只第一批，从去年十二月十六号一直到七月初，我大赚五百六十只涨停板，难道是靠一张废话？难道是靠一张嘴吗？那我请问大家。 基本上哦，你在股票市场上面的叶随操作，我发现一般投资朋友你们赚不到大钱的原因在哪里？不是因为你们做短，那是因为你们根本是长短不分。那我问大家哦，第一批我杨明买在十六块钱。 第二批我常融买在三十一块钱，第三批九四点八我买进万海，我都有跟大家做预告，乃至于包括二六三六的一个台华，然后这是中间加码买进的叶水 c o c h 麻烦看一下过去每天的叶水资料。 就是因为我从头报到尾，而且我不断的加码买进，所以说我大赚五百六十个涨，停板认同哦。就进入的一个水七月份，我也就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他要开始进入箱形区间的液水震荡。好，箱形区间震荡，所以说七月份我们缴出了一百零四块，八月份一百三十三块钱，乃至于九月份我们也高达九十五块钱跑。那你知道呢？我跟你最大的液水差别在于哪里？因为很简单，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液水头股老师。 我不是呢，每天呢只会告诉你呢，航运类股啊，本益比好低哦，高出低进哦，好、哦、那有这回事？那你高出低进做看呢、啊？你买在一百三十几块钱，你认为很低嘛？从两百多块钱跌一百三，跌很跌很深，跌很低耶！啊，然后嘞，啊低之后还有没有再低？低之后还有没有跌到九十块钱？还有没有更低？有没有更低？所以说在实战上面，实战上面你要怎么样做到全胜的业水绩效？你要不断的跟变形虫，你要不断的跟病毒一样，你要不断的跟 COVID n i n e t 一样，不断演变，不断演变。 好，从空币那些变 delta 变成什么 ay 点四点三，3, 你要不断的成，你要不断的成长呐、啊。所以说，这是为什么你要来上课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我请问大家，十月一号的那一天，十月一号那一天哦，我们很久跟你预告，我说新太空，一呀，老师啊，那时候还有很多投顾老师我在放空说，哎呀，航运股已经腰斩，从两百多块钱跌到一百二十几块钱，跑去放空航运类股，脑袋坏掉哦，那你就做多啊。 我知道，那我知道有很多投顾老师啊。他行业内股，他只会做一边而已，他不断的买，不断的买，不断的买，废话嘛，迟早有一天买在最低低点嘛。那我们实战，我们扣去，我们预告，来十月一号那天十月一号那天哦、喔，跟你预告主力在空哦、喔，空完之后就不用，就不用客气了，就不用客气。所以说，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价格转换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会算它的价格转换，你人家都转空了，你干嘛不放空啊？你欠他啊、喔？ 你没有嘛？来市场上你做多长荣、杨明，为了赚钱放空长荣、杨明，是为了赚钱。那来来市场上，你告诉我，你做多杨明，同时方中放空二零一五万海吗？不可能嘛！我们都是为了赚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都是为了赚钱，好不好啊？结果来放空，而且哈，我的课程会教你设停损哦。没有一个课程哈。 他在教你如何去设停损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们一个航运类股买在两百多，我讲坦白的，买在两百多块钱没什么好可耻的啦。可是你比较失败的地方就在于你根本没有设停损，你没有设停损啊，你没有设停损啊！啊啊、所以从两百多块钱跌到一百块，跌到一百块又继续跌下去了啊,啊！结果那时候我去放空、啊、航运类股，你们很干，你们很干啊！放空完之后一直跌停板，放一直跌停板之后主力心态一直空，两只跌停板，然后之后呢出现往下跳水，补空反手做多，我又赚了六块钱。 补空反手做多，我先放空嘛，我先放空嘛，啊放空赚了两只铁定板，其实跟你讲不能放空嘛，就是为了赚钱而已啊，啊如果说我不放空呢，啊如果说那时候我发出口讯，如果那时候我就放告诉我会一百二十一块做多，那现在我只能厚颜无耻告诉你啊，航运类股不要杀低啊，绝对会涨啊，哈哈哈哈反手做多，反手做多，好，反手做多，长隆赚了六块钱，扬明赚了七块二，结果呢隔天一开高，主力现在又空了，就全部卖卖光光。 啊，卖光光之后咧，卖光就不用再讲了、啊。然然后之后咧，就都都是有啦，主力线在多涨一下啦。结果隔天主力线就是空，好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什么时候？来，来，然后这个这个也赚七块钱哦，这個也赚七块钱。所以说十月份我缴出五十五块钱的业税成绩单。好，那你知道差别在于哪里？来，再看一遍哦。上个礼拜一哈，上礼拜一，这上礼拜有，上礼拜一主力线空没问题啊，主力线多没问题。上礼拜一，上礼拜有，主力线在多，上礼拜嘛，十月哎，上礼拜一主力线在多，礼拜,、欸、拜一在空。 礼拜三心太空，礼拜四十月二十八号说，哎、欸，来咯精彩咯精彩来喽，来，你看呐、啊，主力心太空它就往下杀，没问题吧？主力心太空它就是往下杀就没问题。然果你看哦，当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，由空转多，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上个礼拜四我要把航运内股买回來？ 有啊，礼拜有啊，礼拜有做一趟，礼拜一做一趟，礼拜一做一趟，七块钱啊，这样赚几块钱？赚七块钱啊，赚七块钱嘛，赚七块钱嘛。然后礼拜一做一趟七块钱，然后再配合着十月初，我是先放空，放空完之后再做多，所以十月份我又缴出五十五块钱量丽的成绩单。好，开始慢慢来喽。礼拜四，心太多，有没有看到心太多？心太多，然后买杨明，买杨明嘛，买杨明嘛，买杨明嘛，然后买杨明。 然后买长龙好，阳明九十一点四五二六零三的长龙九十四点八，还有九四点二，买进，这两个价钱全部成交，这三个价钱全部成交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礼拜四是杀尾盘，礼拜是杀尾盘嘛，杀尾盘，杀尾盘收最低，好，那礼拜四杀尾盘收最低的时候，收在九十点六，麻烦调一下礼拜四什么单，我们跟你预告，礼拜五它会 a 害，就是跳空开高。 好，礼拜它会跳开高，这是我新闻讲的哦，这是我新闻讲的、哦、好，还没完呢、哦，还没完，来再一遍哦。哎、欸，九十一点四到今天一百一十块，赚了十九块钱。然后九四点二，九十四点二的长隆到今天一百一十块钱，赚二十块钱。杨明赚了十九块钱，长隆赚二十块钱，所以说我赚了三十九块钱。然后这个赚两只涨停板，所以总共四只的叶水涨停板，没错吧？好，那结果呢？结果呢？礼拜五跳开高，跳开高，我请问各位，跳开高啊？跳开高为什么不出？因为主力心态它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，有没有看到有，力在多？ 礼拜等于说上个礼拜主力心太多，上上礼拜五主力心太空，礼拜一心太多，礼拜二空，礼拜三空，所以说我请问各位，这套软体有没有非常你来礼拜四沙尾盘嘛，这是礼拜四哦，礼拜四沙尾盘，沙尾盘在这边这边这边这这这边沙尾盘对下来，主力下一次多。礼拜四跟大家预告会跳开高，礼拜五跳开高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的多，就礼拜五先喷，先喷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，这昨天哈，前天呐前天呐十一月一号十一月一号。 外资，你看跟白，跟白虎不是白痴，我没有讲他白痴哦。卖卖卖卖买买完之后十十一月一号又大卖，又大卖。结果我请问各位，昨天叫做十一月二号早上起床，你看到外资大卖，你会不会下 p 皮 t r 当你下到皮皮 t 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告诉我会看清楚哦。十一月二号是昨天早上哦，昨天早上在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航运类股。 主力心态，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，还没完，还没完，这个讯息我 r a 滚，我都有跟你们贴，好，P R O 一零一八我都有贴，所以就赶快叫你的亲朋好友加入。昨天既然大盘的行业内股主力心态多嘛，你们看到主力心态多嘛？ 我说啊，从礼拜一的尾盘开始，就看到航运类股主力心态转多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在八点五十五分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一个所谓会员，那既然主力心态多，我请问各位，昨天是做多，买在一百一十块，到今天一百一十块点五，我又赚了一涨停板。所以说呢，总共的价差，总共价差，刚刚是加起来到三十块钱，再加十块钱，四十块钱。哎，十一月份应该有机会超越十月份的五十五块钱。 那我请问各位，我们怎么做到？继续要解解下去哦。我昨天把恒运跟大家预告，昨这是昨天嘛？这是昨天嘛？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 AC，好，继续解，去把它解完来。那你说航运类股，哎，已经四十块钱喽、哦，已经四十块钱喽，十张就四十万喽。基本上哈、啊，嗯，航运类股好，我先讲结论好了，先讲极短线结论好。了。 今天二六零三长荣它收盘一百一十二块，来看清楚哦。今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，很抱歉了，今天我的传真稿比较慢，给大家，我在八点四十五分才把传真稿给大家啊。八点四十五分，我说二六零三的长荣，它的一个所谓空方的价都在一百零九点九八，二六五万海都在一百零五点三七。好，那我请問各位啊、哦，二六零三长荣今天收盘收在一百一十二块钱，它有没有大于一百零九点九八？有，那是一件好事。可是问题重点来了，基本上空头它也不是纸糊的。 这边航运类股，它有点像是吸毒一模一样。再一遍，上一个月的月底，我跟大家预告，航运类股周线红灯，周线红灯，月线绿灯，来到月线的转折点，你手中有的一定要卖，一定要卖，一定要卖。老师，价位在哪里？拍谁？呃，这个价位，我讲坦白的，不是我现在不跟你讲，因为讲了它就不会来了。 我在我的关键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交代，我再一遍哦，行业内股我在上一个月的月底我就跟大家报告过，我说大盘月线红灯，对，大盘月线红灯，行业内股月线绿灯，周线红灯，就是因为大盘月线红灯，它会支撑，它会先往上走，可是来到箱顶，你要特别留意，它会在跌破这一波九十块的低点，不要说我没有跟预告哦。 不要说我跟你没给你预告哦，那精确的价位在哪里？我的关键报告有答案，还没预约索取的好朋友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。当然，如果说呢，你每天认同我的操作理念，我讲太白，你不认同也不行呢。全宇宙有哪一个投顾老师？我说过了啦，我说过了，很多投顾老师他很堵拦我。 因为一般的投顾节目，它有它的 SOP，他们一定要讲基本面供告热热等或供告热热等，但是重点哈、哦，你来购票起场是为的探钱，基本面干我屁事啊！你华景店，我昨天不跟你讲说华景店它是做空气的，哈，老师空气是做什么？干我们屁事啊！我的会员来市场上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我管你做空气做大便哦。 拍谁啦？我们是很务实的啦，我们是实战派的，不像一般投顾节目，他们就只是什么学理派的嘛。就像有很多很多大学的教授，你认为他来做股票，他本意比很会以财报，很会看呐、啊，你会赚钱吗？我讲白一点，很多大学教授还是我会员呐、啊。那为什么要找我？为什么要找我？看看什么看呐、啊？ 全宇宙有哪一个投顾老师不用遮股票？昨天 O T g 不大大跌，昨天 O T g 不大跌，啊！我今天华景店，我今天华景店有没有赚十八块钱？我股票有遮吗？我股票有遮吗？所以说，来了再啊，剩下七分钟，我就讲快点。来来来，我股票有遮吗？资源，哎，资源也也也买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有买过吗？一百的六六块，我有遮吗？我有遮资源吗？哦，跟你预告主力性太多，那时候跟你，哎、呀这股票不会涨。 那、啊、结果呢？噗，赚了一倍，好、哦、赚了一倍，好、哦、赚了一倍。然后呢？三六七五的德威，所以关键报你要来索取啦。上一期的，哎，上这是上一期的哦，上一期我写一坨阿苦的股票吧。我跟你报告车用功率元件六四幺幺经验，今天六四幺经验还几乎来到涨停板呢，没错吧？三六七五的德威，三六七五的德威，三六七五的德威，三零三五的智源，三四三的创意。 二三七三的大同，我有遮吗？我有遮吗？没有遮啊！我只是做那些股票而已。德威是不是也赚了将近一点三倍？你看，全部都涨停板嘛、啊！哦，探个病鬼。然后经验，我经验出掉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只赚二十六块哦。我可以报经验，我没有报嘛！我要换股啊！我的会员，我的会员子弹是有限呐、啊。我们只是一个很勤劳的老师。 你看航运类股该做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是我进场买一买，到今天我赚了五只涨停板了。哦，洗干不搞了，来合一三只涨停板，哈，三只涨停板，然后鹏城三只，然后这个是强茂补空反手多三只，然后呢六七同芯电三两只汉美三支，然后呢这个叫做二十五的全新全新也高达将近有两支的夜水涨停板。好，来再一遍哦。基本上哈，课程会教你怎么样去找到。 三零三五的智元一百零六块，还有三六七五德威起涨点，所以这课程我讲坦白的啦，如果说哈是我自己要卖的话，我应该会卖一千万呢、欸，不是卖几千块，老板脑袋里面装石头装酱油了。然后呢，来你要学什么？六七七同金店，这样上去下来，买完之后赚十一块钱哦，赚十一块钱哦，二六六到二七七哦，二六六成交哦，二六六到二七七赚十七块钱，然后呢，八五的鹏城。 我请问大家再一遍哦，买完买二七零哦，二七哎呀，鹏程说一百多万，早就买二七零，拍谁？我都是为了赚钱。可是那一个阶段，如果你只买航运内股，什么叫做机会成本？你光资源的部分，你措施高达将近有一点一倍，三六七五的德威，两笔多单加起来高达一点三倍。你一百万的资金，现在已经快三百万了耶。同样的，鹏程。 我随便买进去，买完之后到两百八十四块钱，赚了十四块钱，而且扣金都给大家看哦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两百七十块会算不会算？啊，不会算！你告诉你我，你在告诉我你在做股票，我不相信要会算。然后呢，三七零呃三七零七的汉的，一百五十八块买完，买完之后是也拉涨停板，也赚了十五块钱，还没完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来再看一遍哦。这个哈、哦，不管包括铜金店，不管包括铜金店。 不管包括彭城，这我都会教，这我我都会教。好、哦，不管包括三七零、汉雷，这叫做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好、哦，就像上个礼拜四，我们去买进长荣，去买进阳明，这样到今天总共赚了五只的涨停板。我也是用多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可是呢，在实物上的打战的时候，你不会每天这么 lucky，打干那么安 n y 好瞪来好的一倍，我就我就喝喝康的代机。有时候它会颠倒做，它会突如其来快速往下急杀。好、哦，快速往下急杀，来，这个叫六五二五的杰米杰米。好、哦，就好像昨天指指数其实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昨天我挂什么什么什么七零零，哎、呃，我挂零五嘛，啊，最低零四穿价成交，它是突如其来垂直往下急杀。那同样自己看六五二五的杰米，哎，杰米之前我们也做过，也赚了很多钱哎、欸。 因为它是功率半导体当中的后段封测。我说过的、啊，全宇宙没有任何一个头顾老师，他的基本面比我还来得强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六二绝命再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九点二十八分，利用急杀买进，你敢买吗？这样我又赚了三块钱了。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哈、哦。 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呢！来来来来，继续来来来来，要成为人上人，不要成为那种跳梁小丑。什么叫跳梁小丑？昨天强冒跌停板的时候，我有告诉你我没出，有出就有出，没出就没出。不止如此哦，我不会像一般，就是说，我是觉得有些投顾节目真的哈、哦，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去看了。哎，谁告诉你买钱冒的？我谢文恩啊。 我告诉你，我先放空强茂，我再反手做多强茂，拍谁啦？放空我赚了一只跌停板，做多我赚三场停板，所以强茂我总共赚四只涨停板，没错吧？那昨天强茂跌停的时候再变哦，你要想办法成为人上人，不要跟一般投顾老师一模一样，只会当小丑。好的，要去挖，要去学，就像如果说哈、哦，我说过了。 我常鼓励我的会员，因为我不看投顾节目。我说，如果说你能找到谢温第二个谢温，麻烦你通知我，我一定要看他节目，因为我喜欢看这么屌的节目嘛。昨天强暴跌停板的时候，我有闪，我有躲吗？没有嘛。我要不会跟你预告一零六点三四是它多方报价，我会不会跟你预告一一八点二五是它的空方价。我昨天直接这样讲哦。如果昨天我没跟你讲，我马上退出市场。好，来看清楚，今天强暴往下急杀，又往上急拉。 拍谁了？啦这个价钱我没买啊，我没买、啊，我没買、啊、不想买、啊，不 <laughs> 不敢买，杀人这样不？好，又往上急了。好，暗示。嗯，明天如果敢，我不，我不讲，我也不，我不讲，我也不講我也不講我不讲，不讲，不讲，不讲。好，M 很准，M 很准。来来，日子过好快，日子过好快。来再一遍哦。想想看、哦，你要什么样的一个所谓分析师哦？我基本上我喜欢那种带种的。好，基本面我来研究，我自己研究就好了。 好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老师哈，为什么选智源？为什么会选德威？哎、欸，这老师很屌哎、欸，都完全没有遮牌啊，怎麼为什么那么屌啊？来来来，三零三午智源哈，一六九到二一九，赚了一百一十三块钱；德威一六三到二九八，赚了一百三十五块钱。第二趟又赚一百零八块，所以德威的两趟我们总共大赚两百四十三块钱。 好，哦、当你航运股这边苦哈哈,哈哈的时候，派森我们赚两百四十三块钱，好，然后金燕赚比较少，赚二十六块钱，然后四七四三合一赚了六十五块钱，然后八五的鹏城六十八块钱，然后强茂呢，强茂呢赚了三十块钱，六二七同心店三七块钱，三七零七汉的算一笔就好了哦，赚了四十块钱，二十五的全新我们也赚了十九块钱，甚至包括航运类股，上礼拜四跟你预告做多的，我们也赚了五只涨停板。 所以说这些精确的价位到底要怎么样计算？我建议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把握。那同此之在此之时呢，我们十一月份的关键报，容我容我再等我一天了、啊、因为我今天要跑个通告，然后我很讨厌跑通告、啊，哎呦好烦哦。好来，来来来,來，嗯，防火墙要知道。 我知道涨上海，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要涨到一万八、一万九，那是不道德的。如果这边翻转下去，就行业内股嘛，涨到两百块钱，很多人跟你讲说涨到四百、六百，那是不道德的。所以说，防火墙的价位你一定要知道。然后行业内股呢，月线绿灯、周线红灯，主力心太多喷出，那空头主力的容忍点，空头主力容忍点，我拜托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说呢，你还没还有包括我找到一档了，我找到一档了，可是这档股票可恶啊，今天会在明示讲，好、哦呃，可是你礼礼拜天才知道。 可是想知道，不要关键报告都有写，关键报告真的都有写。我觉得这张股票了，我觉得这张股票了，它也是半导体的一个所谓供应链。那你也知道，半导体呢现在有涨价的利基，还有缺货的题材。那么到底是谁会接棒致远，还有接棒德威的？哦，最后。 今天礼拜礼拜三哦，应该最后最后剩下两百多个名额哦，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，记得记得预约索取我们关键报告，或是要去下载我们的一个所谓软体呢，或是呢你要报名我们那个号称几千块物超所值的课程，好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，88, 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是真的，我们明天再见。